梦回场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手大唐，观战方开局直接选择出龙龟啊，大龙龟见到四方挂毒，对战方这个大唐的话还是老套路啊，这种大唐咱说实话，你碰到这种现在当今很强势的这种凌波还有魔王神木的话啊，直接没法玩。观战方并不着急啊，给自己起一手野兽，对战方把宝宝拉满，其实对于观战方而言，对战方宝宝越多，观战方反而越兴奋啊。对战方横扫千军扫过来，观战方一手163满血复活，顶一手大金，接着再出，对战方横扫之后休息，观战方反身一手破血，对战方平 A 6000，不得不说对战方的一个输出也是特别的高，而且对战方的话应该是漫天也是叠满了，观战方见到继续挂毒，对战方平 A 过来，对战方场上的一个单位十分的残，观战方出一手地听，我靠，这只地听的话直接被对战方这个狮子随机咬掉了，那这样的话观战方属实有点伤，
而且对战方是一速，继续平 A 过来。对战方这只狮子的话，妥妥的 MVP 啊。这把比赛对战方的一个宝宝神佑的一个几率属实有点高。